天底下让我两村民，垃圾！尼克这个垃圾啊，尼克 ，HK 垃圾尼克啊！观众场这个好好沟通啊，好好沟通。夜夜有去玩是不是？地形不要太差啊，太差没办法二打一，太差没办法二打一啊。今天球技不是刚开始而已吗？球技不是刚开始而已吗？我们听错啊，刚开始而已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说军一哥很强，我们就不相信哈。这根本说军一哥很强，我们就不相信。糖果你在哪里啊？地壳你在哪里？地壳？谁知道地壳在哪？不要偷妹子的东西，不要偷妹子的东西。啊干！我操！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血泊把我刚把我干掉了、欸。那打死个村民很亏啊！球技刚开始对不对？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打不到今天开季吧？是开季吧？怎么妈的刚开季就挂？好夸张哎！这只猪我可能要这个研发支部再打。哎，蓝色是 Nick 哦，完蛋，我偷错东西了，我被妹子，哎。哎，我偷错东西了，我偷到那个糖果的猪了，虽然没有偷回来，怎么办啊？我偷错了，我刚刚以为蓝色是妹子哎，狙狙思密达，狙狙思密达。Accept. Accept.
Outside. GG 思密达，幸好没有偷成功啊。波尼可他就来自杀了，不用怕。我想找另外一块石头在哪里，另外一块石头。谁知道什么要这样做？谁知道？说尼克偷是不是？好啊，就说尼克偷的。看这个石头太外面了。他们两个人马都死了，两个人马都死了，我老鹰也死了，怎么样？我老鹰也死了。棒棒来喽！但是糖果棒棒没什么好怕的，糖果棒棒没什么好怕的。棒棒还是要男生的可怕啊。怎么打呢？尼克来送死啦！傻尼克！我跟糖果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我跟糖果不一样，好不好？麻烦你们配合一下吧。尼克该去这个医院检查这个脑袋，对不对？有人觉得尼克要去医院吗？
他去这个香港医院，香港什么医院啊？九龙医院啊。那个到底被我杀了几只村民？光用村民杀村民，都被我杀了几只？靠北，我村民死在这边了，我操！你可到底冲三小？你可到底冲三小？村民不要妄自菲薄啊，你们很强大的。尼克高贝要来了吧？尼克高贝要来了。先打尼克还是要先打糖果？糖果，看，糖果要出马了。这个智障啊，尼克血这么少哎、尼克是这个智障界的代称。你可是猪队友啊！
干他妈的！拖到后面对我不利哦，拖到后面了。看地形好烂，没地方盖这个四级，没地方盖这个 TC 啊。没地方盖 TC 哎、欸，去你的！尼克又来送死，尼克又来送死了。Nick， 我只能说你玩得非常的失败啊 ，Nick。
没想过。他只有这么多码吗？哇，阿正码比他妈还多嘞，干！全部是冰妖精啊，全部是冰妖精。尼克啊，我主力不在那边啊，我主力其实还是在家里。被阿芝麻爆什么感觉啊？
尼克在睡觉、哦。那个成为那个被阿兹玛爆的这个玩家，你看我研发在干嘛，就跟尼克贸易好了。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盖城堡啊！哇操！那跟尼克贸易好了。这跟尼克贸易如何？他就会让他不要不要的。准备上这个什么？上城堡，上帝王，帝王。他帝王了。他帝王了，尼克在干嘛？尼克被骂吗？尼克被骂吗？我等他上帝王再来扁他。猫车还应该挂了吧？猫车应该挂。建筑的视野，等一下研发一下。尼克在围墙哎，尼克在围墙。阿兹玛包什么感觉？在骂尼克是不是？应该是。好，尼克好好检讨吧。尼克会。去这个揍尼克，好，你看要怪就怪尼克吧，要怪就怪尼克吧，尼克在打什么啊？啊，阿兹玛爆哎、欸，被阿兹玛爆哎、欸，恭喜尼克成为第一个被阿兹玛爆的国家哈、啊。被阿。